今天我要开箱的是 Home Shopping 风选品购物网站上的尝鲜超值福箱699，然后我另外还有再买了一个韩国炸酱面跟这个马铃薯薄片饼干，来看看里面吧。它整个箱子这样子买下来超大箱的，有点重量。那像这样打开啊，有看到他们的 Home Shopping 的 logo， 那还有他们给的小卡片，那小卡片是对我们购买者想要说的一些话，而且卡片蛮可爱的。那打开之后啊，它这个是尝鲜超值福箱，有10种不同口味的那个韩国泡面，还有两个韩国罐头。那我自己另外加购的部分是这个韩国炸酱面跟这个马铃薯薄片饼干，有试过应该知道超级好吃。江江打开之后有很多种的泡面跟饼干，是不是超级的丰富？有马铃薯拉面、牛骨汤面、安城汤面，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口味。然后这个是部队锅的拉面，还有这个两个罐头，这是肉酱罐头，然后这个是泡菜，然后还有两包的泰式料理，那泰式清咖喱汤面，那每个看起来都超好吃的。还有起司风味拉面，那这是什么口味我也不知道，看不懂韩文。然后我最爱的是这个，就是马铃薯薄片饼干，真的超好吃。还有这个炸酱面，韩国炸酱面真的是必吃。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，因为每次去卖场啊，一次买都要买5包，像左边这种炸酱面。那如果每种口味都想吃，都是超过荷包预算，所以它这个超值福箱我非常推荐，因为它一箱10包泡面，那10包的话是这边的韩国泡面，然后再加上这两个泰式口味的泡面，那还有两个罐头。那这两边呢、这个是我另外再加购的，那这样只要699，不含这两个的话，就是这边右边的全部只要699，那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，就是适合我们这种什么口味都想要吃的人。那等等、我会就是给大家浏览一下，就是他们的购物网站。除了泡面这个超值福箱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些家庭用品啊，还有日韩的药妆。而且因为网站的就是创始人是两位 OL， 所以他非常懂 OL 想要什么。而且他们有主推的，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用过的东西绝对不会放在网站上买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上去看看哦。